这是中国最幸运的一条河流，曾相遇过最伟大智者的眼神。这彼此深深的凝视，被后世称为观水悟道。这洋洋五千言的深邃领悟，穿透了时空，使每一个中国人，无论是在最平凡的日常中，亦或是在艰辛的境遇中，仍能向这个世界传达智慧与信心的光芒。你与老子隔着一座小城，路易。
这块碑呢是由宋真宗皇帝为老子母亲立的一块碑，有1004年的历史。 他说就这样去流浪。